文星啊，你确定这里头有酸梅汤？往东二十里，再往南15里，穿过一片树林，就看见一座云雾缭绕的仙村。没错呀，爹，酸梅汤就在这里边。我知道了，爹，这里虽然是茅房，可谁说茅房里做不了酸梅汤呢？茅房里做酸梅汤，你。 你脑子糊涂了吧你？没准里面有呢。西瓜，这事儿我越想越觉得不妥。那你来当军师啊？你不能随便拉一个人过来当军师啊。那你来当军师？你都不认识他。 你怎么能放心让他当军师呢？那你来当军师。行了，谁说我不认识他呢？干嘛的小姑娘？没看到他来了，很危险。一定记得来江宁找我寻仇啊！乌家乌启豪，他叫乌启豪，在进城之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。好，就仅凭这一面之缘，你怎么知道他底细？但他有过人之处。西瓜。 这军师一职事官重大，你不能乱来。那，你来当军师吧。参见统领。他怎么样？有消息。说来听听吧。乌启豪加入江宁城，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乌氏布行的少东家，据说向来雷厉风行，颇有手段。 他品德败坏，巧舌淫逸不说，还是个生性好色的淫贼，胆大包天，肆意妄为，曾因意图玷污一个富家小姐，在江宁城里是招兵招处。啊？就他还淫贼？听到了吧，西瓜？就这种人还想让他做军师？咱们现在应该。 赶紧给他走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无所谓了，管他好色不好色的呢，有能耐就行。再说了，咱们这儿还缺贼吗？这不就是淫贼吗？哎，是个屁，不知廉耻。西瓜，你还得不服？那你来当军师。行。 两位兄弟，行个方便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首领有令，不准随意出营。告辞，告辞。我是军师，你们敢拦军师？ 拦的就是军师，首领说了，一定要对军师严加看护，禁止军师走出营门半步。算他狠。主公有令，命我出营办理公务，尔等速速闪开。主公有令在先，没有令牌者不得出营，除非您有主公的令牌。 令牌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早说？
哎呀啊，你确定这就是温泉呀？是这儿啊，爹。这水是温的，爹，你说会不会是这样啊？这温泉啊，就在这个地底下，然后需要我们自己去挖出来，再泡。有可能啊。啊。行，那你试试呗。得嘞。爹，你干啥去？我在车上等着你，出了水叫我。爹，我自己挖有点慢，时间有的是，没事。你要干嘛呀、啊？公文。哎喂，下去下去，放这儿就行了。我给您搁桌子。放这儿就行了。好嘞。流民聚集。啊。我哎，下去下去下下下！怎么了？我现在喜欢跟人保持距离，行吗？真是，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有这种癖好，你看上去也不像那种人呀。啊，嗨，毕竟知人知面，他不知心啊。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承认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不必觉得羞愧。那倒不会，这没什么可愧疚的，我觉得挺光荣的。嗯，我们霸刀营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都会包容你的。我看中的就是你的能力。是，没有这能力，还有不了那癖好呢。回去吧。吃瘪了吧？这爱赚钱在你们这儿是个值得愧疚的事儿啊。你算了吧，挣了钱干嘛呀？无论娘子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永永远远的和你在一起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能不能不当人家面啊？我们霸刀营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，要包容宽容他，知道吗？军师好不容易加入我们，要让他慢慢融入我们这个集体。你们自己看看自己，什么样的人心里没点数，还说人家呢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军师。你也不用觉得难过，我已经说过他们了。
你作为读过书的人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大家庭，大家庭。胳膊是折了吗？刘大彪，刘大彪，你这也太彪了吧你！好你个吴启豪，你连我的主意都敢打，我可是你主公，你这个大淫贼，我忍你好久了。我不是吴启豪啊，什么淫贼，我没打你的主意，你快点下来，你给我把胳膊接上，太疼了，你下手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我就不下去，下去我就砍死你。像你这种淫贼，这就是你应有的下场。海吉，打针！怎么样了？还活着？你下手比我还重啊！我调查过了，他不是吴启豪，好像叫什么宁毅，来自江宁城。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哎呀，你别废话了，赶紧过去给人骨头接上。真是土匪呀、啊！问都不问，上来就揍啊！你该给我，好歹我也是军师吧。我多少对你还有点用吧，就这么对我，这哪天我要是没用了，你还不得卸磨杀驴的把我做成驴肉火烧啊？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说咱们霸刀营是个大家族。就算你不是吴启豪，也不是什么淫贼，那你没事偷我腰牌干什么？腰牌干？我想跑，行吗？我们既救了你一命，还让你当军师，好吃好喝伺候你，你为何要逃？哥，你把你放在武德营，一觉醒来，旁边人拿着八把大刀对着你脖子，你不好好干事就弄死你，你跑不跑啊？军师说的对啊。今日之事，鲁莽了，都鲁莽了啊！咱们现在不比在山上，不能说动手就动手，不能这么暴力，要以德服人。统领，我们没动手，人不是你揍的吗？就是呀。不说这个了，以我为戒，阿东。你不是要腰牌吗？给你。以后在临安城内见到腰牌者，就如同见到我一样，保你平安。谢谢统领。好好休息吧，我们先走。西瓜，你把令牌给他，不怕他逃吗？逃不了。军师，军师。
军师，军师。军师，军师。巡逻的吧。是。军师，统领说过，不准随意出营。不错，很尽职尽责嘛。你们没有看到，没看见这是大彪统领的令牌，还不快放我出营？统领说过，我们可以给你最大的方便，但是不包括出营。你玩我！那套，这是什么地儿啊？咱们正在修筑防御工事，大伙儿都在努力干活呢，你们几个干嘛呢？万一五朝大军攻进来了，你们抵御得了吗？军师又不是在害你们，也没说不让你们玩啊。晚上回去想玩的什么时辰玩的什么时辰，想玩军师都能陪你们玩。现在是干正事儿的时间。行了，你们几个啊，一会儿把沙土啊、雷石、滚木什么都给我拿上来。看时辰，也该吃饭了，先吃饭吧。吃完赶紧回来啊，继续干活。你们几个也去吧。嗯。真没想到，咱们军师对待工作这么严肃认真的，大彪统领还真是不掩饰。李军师，走吧，吃饭。哎，真走啊？统领可是让咱盯着他。没事，走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行不行？走，走，走，走。没事，他还能飞了。军师，你不一块吃点儿？一起吃点呗。不去了，城墙一日修缮不好，军师就一日没有心思吃饭。等会儿，给我带两个黑米馒头吧。是。军师辛苦了啊。军师啊，师傅啊，
兄弟们，经过我们这么多天的观察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们都去吃饭了，城墙上没人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借助这根绳子逃出升天。但是我们要决定我们下去的先后顺序，我们抓阄决定。哎，李兄，我不用抓吗？冯兄，你这么重，当然是殿后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赶紧，快快快快，一会儿人来了，快！快点儿！难尽，说来话长啊，那就长话短说呀。我们被贼寇追赶，结果冯元这个废物他肚子一响，我们就暴露了，我们就被抓到方天雷的营中做起了壮丁。呸！要是没有我，你们早就被叛军杀光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不是吵架的地儿，快给我放下去，咱们下边聊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弟兄，时间紧迫，我跟你一块下去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这禁不住俩人呐。禁得住，来吧来吧来吧。来来来来。哎呦呦！慢慢慢慢点，慢慢慢慢点儿。哎，放啊！放啊！摇上来。反了，反了，转反了，咱们上去了。是啊，咱们怎么还能上来呢？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你们吃饱了撑着吧。嗯，我怎么又给我拉上来了？是啊，干。军师，忙什么呢？修补城墙，顺便抓了几个逃犯。啊？那几个扔牢里。是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干什么？走，快点。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跟刘大彪交代？走，快点。说说那个妮妮怎么就投靠贼寇了呢？我们之前不也投靠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你没听见那贼寇头子叫你叫什么吗？叫军师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一封降书抵万金。哎哎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有保护伞啊。哎，你们不能把我们关在这儿，我们是方琼方统领的人，专门服侍方统领和少夫人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是监察官。哎，你，我是药膳师。哎哎哎，我是文书官。我是厨师。现在午时快到了，耽误了方统领用膳和推拿，你们可是要负责任的。周队，我也是为你们着想，不信我替你们揉一揉肩颈，我这保你们舒服，一试便知呀，大哥。大哥，我们是自己人啊。啊啊。大哥，放我们出去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是自己人啊！真的是自己人。大哥，你撒开，轻着点。刘徐官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小子就是想逃跑，被我在城墙下抓了个正着，这次不会是假的吧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要撒开撒？说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。那当然不是真的了，你真是名如其人啊，陈凡，你可真够烦的呀！你老掺我们霸刀营的事儿干什么呀？主公，我当时正在城墙上监督他们修缮呢，
还顺手抓了四个想要逃跑的犯人。就这时候，陈大统领出现了，非说我跟那四个人是一伙的，也想逃跑。您说我逃跑了，我干什么去呀？今天的工期又要推迟了，一天算白干。等到时候您让我交工的时候，我这工完不成，是赖我还是赖他呀？这样吧，主公，我这军师啊，看来也没什么权利，我也不想干了。您另请高明。我看您不是挺信任陈凡的吗？让他当军师就得了，我不干了。世间竟有你这般厚颜无耻之徒啊！刘警官，当时你若在场，肯定会相信这小子就是想要逃跑。不，您看我像吗？杀人偿命。走。军师今日可曾逃跑？没有，宁军师督修城墙，尽心尽力，不但身先士卒，还让我们几个先吃午饭，自己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是，军师让我帮他带的黑米馒头一直都没时间吃，估计这会儿得饥肠辘辘了吧。没关系，一切都啊，军师，你这边，别被他们骗了，他那是装的。坐这儿，快给军师馒头。军师，你还吃了黑米馒头吗？走，扶我上城墙，咱们迟一分，危险就多一分。不能去了，军师。军师真是鞠躬尽瘁啊。陈发，这会儿你得分得清孰轻孰重。装不装的我不关心，我主要看重的是他能帮我批文书。你不能只看中这个呀，西瓜。那我看中什么呀？你又不能帮我批。这会儿真是用人至极，我们要用人最长。你两个，主公，修粮都已经停了。果真如你所料，城东的农户们手中余粮尚多，一时半刻的出不了什么问题。至于我们营中贪腐之人，我已经差人去调查了，不出几日一定会有结果。啊，还有一事儿，那个钱希文，圣公看得很紧，不同意调到我这儿来。我差人去带话的时候，一提到什么安抚民心之事，他就想也不想的拒绝。所以我看，咱们还得想想别的办法。真是没想到，主公办事效率如此之高，宁王真是为临安城的百姓所感到高兴啊，真乃百姓之幸啊，我代表百姓。军师，行了，以后在我们霸刀营你就少说这种奉承的话，我可不吃这一套啊。至于陈凡，他这个人人不坏，就是有点轴。我不怪他的，凡兄本就是性情中人，我又是初来乍到，难免会有一些误会。算了，我在这屋里真坐不下去。我要去看咱们的将士们，不能停一刻。军师，告诉他们，什么时候城墙修好了，我什么时候再回来休息。那军师们，军师，你们慢着，跟我走。
爹，方才我还有一丝侥幸，当我看到悬崖峭壁这一刻，我坚定了心中的想法，这地图就是一龟儿子瞎画的。耿护院，这地图是不能看了。爹呀，咱回江宁吧，总比这儿快活。不可，咱们这才出来几日啊，若是此时回去，定会遭人嫌疑。依我看，反正咱们有钱，到哪儿不是逍遥快活？爹，那咱下一站去哪儿啊？这临安城旁边呢有九乡三县，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都给逛个遍。好，上车走。站住！哎哎，站住！哎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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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站住！行了行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反正咱们有银子，再买辆新的便是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银子我放马车上了。站住！银子，给我回来！咱们霸刀营集体的素质真是越来越高了。哎，西瓜，珊珊，哎，别，我一有事找你，你就找不着人影。不是，珊珊，我今天真的不行，我有正事，我要跟军师谈公务。啊，公务？谈什么公务？相亲才是正事。走，走。等我一会儿啊，快整整好。这不是没过年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三兄，这烈日炎炎，何必这么大火气呢？干嘛呢你？找烈啊？哎，三兄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感慨啊，这霸刀营中最有魅力的男子也有烦心之事啊。西瓜，坐好。哎，无碍无碍。这位就是窦公子，他父亲窦敏忠可谓是临安有名的文人。窦公子，小女西瓜不善言辞，你说你的。哦哦，好。西瓜。谁让你过来？回去。啊，是。西瓜姑娘，小生窦静之。我叫刘大彪。英雄，好点了吗？说。凡兄心还挺急。你是不是特别疑惑，为什么自己文武双全？仪表堂堂，可是女孩总是不让你走进她的内心。知道你缺什么吗？缺的就是内心的一点细腻。细腻？细腻算个屁！是，
细腻没有用，可你想想，那圣公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会照顾她的人吗？大彪姑娘，早听闻伯母说你相貌姣好，聪慧至极，今日受伯母邀约，特意前来与你见上一面。见什么见？有什么好见的？我们刚刚入城，大小事务一大堆，忙都忙不过来。窦公子还是请回吧，免得阻扰公务。西瓜，休得无礼。窦公子一表人才，对你也是情真意切，怎么能如此冷言冷语？沈善，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孩儿现在一心为了我等几世大业，绝对没有心思画儿女情长。你都多大了？这婚嫁之事就是大业中的大业。我去趟茅房。哎，你不是刚去过吗？军师，军师，你跟这儿干什么呢？来来来来，又怎么了？你进去帮我顶一下啊！你那相亲的事儿，那谁顶得住去？那我可不管，你是军师，就应该替统领排忧解难。啊！诸位，请允许我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在下姓宁名义，乃是这霸刀营中刘统领的专属军师，主要负责代理刘统领在营中大大小小的事务以及相亲之事。这事儿你处理不了。沈慎，有所不知，宁某人不才，在来到霸刀营当军师之前，曾在那江宁城中替人看相堪舆，尤其擅长这男女之间的姻缘之事。如此，还请军师赶快给他们二位算算。那恭敬不如从命。来人呐，笔墨伺候。诸位请看，这是西瓜统领的生辰八字，农历七月初三，乃是火象之命啊。此类女子性烈如火，动若脱兔，虽然没有什么女儿之气，但有其飒爽之英姿，远胜世间诸般矫情儿女啊。这类女子啊，最与其相配的乃是那风象男子，因为他们俩呢，感情的看法是一样的，都是专一之辈。哎，对对，我就喜欢专一的人，最好是那个人只喜欢我一个，就算是喜欢他的姑娘从这儿排到城门口，他也看都不看一眼。在下正是花心之辈啊。窦公子，请看，这是窦公子的生辰八字，出生于农历六月初五，乃是水象的男子。水嘛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虽然有所深情，但是是对世间每一个女子都深情，并不专一。珊珊，他和西瓜水火不容啊。珊珊明白。窦公子，这边请。伯母，我真不是一个花心的人，不是，你看这怎么算的？这是你跟我们家西瓜真的不合适，我们家西瓜还是适合严肃深情级的男子。窦公子请。哎，别你瞎说的。你可以啊，军师，以后还有这种事儿都交给你去应付。行了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回头啊，我把这些个胡编乱造的话交给你，你自己应付他得了。合着你刚刚说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呀？也不完全是，也有一些个星象学的理论在里面。那你下次教教我这什么星象学。行了，下次再说下次的呗。你刚刚说我跟这个什么男子最为相配？这么快就信了，风向。那等你有了空，可得好好帮我看看，咱们霸刀营里谁是风向。我知道了以后得避着点，可不能让这些儿女情长耽误了我的宏图霸业。哼，行。哎，你什么像？风向。风太大了，那衣服别吹走。
不会是凤香吧？其实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，照无眠。今又何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